因为 Raman 初开始的时候呢，我们并没有自己的校园，我们在吉隆坡巴生谷一带借用好多所中学。69年之前，我们只有一所大学，是马来亚大学。高等教育的机会其实不多。我记得我那一届呢，我同班的来自沙劳越、柔佛、芙蓉、霹雳、槟城、吉打一大堆集中在一起，都是有共同的经验，就是进不到大学先修班，它门槛很高，你必须考到第一等文凭。我们又没钱了，我们都是清寒子弟，出国留学是不可能的。我们的校友跟我说，拉曼呢其实不是他最理想的选择，但是是当时候他是唯一的选择，唯一的出路。不进拉曼就没了，就终止了。唯一的选择，唯一的选择。所以我们说拉曼人，一旦拉曼人就永远是拉曼人了。我们很感恩，也改变了我们的一生。